学联网是一个改变传统学习模式的网站，使用 MOOC 摩克斯的精神，让学生在家里也能观看课程，到课堂上则是发问问题、讨论问题，打破传统的学习死角。现在虽然教育资源很多，但大多集中在几所学校，利用学联网的特质，可以把资源分享给全台各地的学生。 MOOC 摩克斯目前新颖的学习方式是一个新时代的云端学习系统，内容是采用5到8分钟的影片，中间再穿插简易的练习，最后搭配同学与老师的交流，增加学习的效率。我们可以说，如果今天是一群人把他们这样的毕业资料一起修出来，那我搞不好会说，哎，我所缺少你有，那我可以不用再花费同样的心力跟时间去做这样的。所以这部分就是还在看学校他们有没有办法集结力量去来说明，那就是我们可能都用一个平台，像国外的 Coursera， 它可能有很多大学，可能几百人，那每个大学都自己把课程放上来，那它这平台就变得很茁壮，因为大家只要想学习就知道这有100几个大学的课程。因为科技将来是人性，我们真的带动一些人，就是利用科技，然后把一些人类的概念像跟起来。那我们如果我们排名对岸考虑说以后我们在台湾学生可以上到一些北京清华大学的比较的课程，对，类似这样的，或许说我们可以以后可以请这些航太系航空系的，就是火箭的，可以上到大陆那边的那个地方。